你胆子大不大啊？爹呀，这又是什么地方啊？你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还是国内吗？啊，我是不是又进错软件了？感觉像这种封面，我只能在某些那个软件上面才能看到。哎，超勇的好不好？我的天哪，小伙伴们，这几天啊，阿白我啊一直在刷这个咱们的被称为中国暗网的这个慢脚，也就是这个快手啊。咱们之前视频中看过的这个什么孕妇跳舞啊，什么05年宝妈，都已经很极限了，就没想到还有很多更夸张的。阿白这个挖掘中国暗网的这个系列呢，也会继续出下去的。那么开始之前呢，啊，就是提醒一下大家，就是不要因为好奇而去下载这个慢脚啊，这个快手。那么在视频开始之前呢，就恳求大家能够订阅一下阿白，然后再给阿白视频下方呢点个大拇指啊，真的在这边非常感谢大家了。耶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开头这一段啊啊，你这个腿哦，这个速度还挺快的，这个干什么？一上来啊，这个双腿啊，就这暗藏玄机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又来张腿！他们这些跳舞的，为什么这个腿要这样疯狂的一张一合？我就是很搞不懂。把你灌成泡芙，我的发！我也想竖个大拇指。评论区这是发情了是吧？12岁。他在说什么，兄弟们？有没有人能翻译一下这个中国话？什么意思？12岁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兄弟们。我只能说，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，好吧，兄弟。想干吗？哎呦，我这，你们是真的会做封面？你们这些短视频才是真正的这个封面党啊！你们是知道怎么吸引观众的？这是人能做出来的封面吗？我真的很无语啊。不是哥们儿，他出这么玩是吧？哎，吃黄瓜！哎呦喂，你们饶了我吧！不得不说啊，这个让我想到了那个什么啊。我还是没懂为什么封面要说一个这个想干嘛。哎呀，我又刷到了什么呀？这妹妹看上去年龄好像不太大，你在干嘛？这个封面就挺开幕雷击的，我都不敢点进去。我只能说希望不是什么啊很逆天的视频啊。小林小林哦，马术偷吃糖糖，年龄不大的小朋友，就是还是不要玩短视频了吧？我觉得真的不太好啊，咱们还是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再玩嘛。叉叉不大，创造神话，同城一开，瞬间爆炸，哈哈，他不说，我还不知道是同城哇！我不承认这是和我一个城市的这个视频，兄弟们，太恐怖了。说实话，刷同城刷久了，真的对自己的这个城市啊，会抱有一种很悲观的这个态度。你自己张嘴的，无敌了，哎，无敌了。真无敌了，兄弟们！哎呀，我真现在小孩什么事干不出来，哎，吓我一跳，这封面，哈哈啊哈哈！说实话，这也吓我一跳啊！这谁看了这个封面不迷糊呀？这我以为我进错软件了，都把这个封面啊！今天这个互联网上的有点太多了，兄弟们，我需要歇一下。老大呀，这又是什么？这是 AI 换脸吗？这个老奶奶，你这个穿成这样？我感觉怪怪的，这是2024的互联网老的味道。你们这个评论真的很恶心，我你有病！要没挂墙上都可以。这个视频咱们还能做下去吗？我不想看了，兄弟们。最关键的是，就这个软件的这个评论区，你丝毫不会怀疑他们是在开玩笑，真的，这是很恐怖的。欢迎收看05年女孩婚后 vlog。怎么说呢，可能是我麻了啊，因为咱们上一期好像有看过什么05年就怀孕的啊，我现在看到05年这个婚后可能都觉得不奇怪了。05年啊，可能有的小伙伴还在玩泥巴，还在上学，可是还没到法定年龄，眉头紧锁，尊重祝福。我的眉头也紧锁了，他不说我还没反应过来。慢脚，你肯定是要毁掉这个互联网，你真不愧是这个中国暗网啊，什么内容都有的。03年的还不敢谈恋爱啊，这个而隔壁的这个05年的啊，人家已经结婚了，已经生小孩了，哇哦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人生选择权嘛，这个但是咱们违法的东西不要干，好不好？你胆子大不大啊？爹呀，这又是什么地方啊？你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还是国内吗？啊，我是不是又进错软件了？感觉像这种封面，我只能在某些那个软件上面才能看到。哎。
胆子大不大？你今晚有空吗？有空吗？胆子大不？那我可真没胆子，好吧？你这个有点吓人啊！就我没看懂啊，他把舌头伸出来干什么？好机会是吧？杀掉同城？不是，这也是同城的。哎呀，这个视频也是同城的，那我岂不是有机会？有空怎么样？哎呦我去呀！怎么开始约上了？怎么找你？有空你过来呀！啊。到底是视频软件还是约软件？我真没搞懂你们这些评论啊！啊！什么东西啊！我操，哥们，你吓我一跳！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怎么还有恐怖视频啊？这插片视频啊，有这个毁三观视频，还有这个恐怖视频。你和我说这是小奶狗是吧？那我还不如看这种小奶狗。奶弟与狼哥的故事第32集。学长，你看这才是小奶狗。床都塌了，床都塌了。今天晚上怎么睡呀、还睡觉？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问道。你们霸道总裁也好，小奶狗也好，就是能不能不要一言不合就脱衣服？我很搞不懂你们哎。这个视频看的我直接就是啊。OK， 家人们，我真坚持不下去了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吧，我真看不下去了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就是关注和订阅一下阿白，然后在给视频下方点个大拇指啊，这个长按大拇指之类的。那么大家多多点赞，咱们下一期啊这个土味视频再见，好吧，拜拜。